心还能永续环境，要是可以沉下心，没事当作空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离弃。我就一直在身边，导致你从不把我看见。我会想你的心，又会深深的深。原来你就如此危险。我是你的工具，还是你的玩具？却选择你被拉去扔掉，好可惜。要是低下下气，没事当作空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不算离弃。吉他手阿奎，我们润好声了，台下的各位，那你呢？好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现场所有人 ，Come on， 跳起来！我跑着跑着，双脚也慢慢累。也渐渐的看腻了，想起初发现热的血还是很多，外面的风越是越来越冷，世界变得不同了，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，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，风的方向都转了，
不好意思，我跟这个麦克风大概有点过激。OK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宇宙人，你们好。OK， 今天我们原本下午来彩排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很担心，因为今天真的超级热。然后还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前几个月才在海边表演过，然后那天风很大，风沙也很大。然后那天早上做的就是有去 settle 一下头发，结果就被吹乱了。然后今天要来之前，我们还请经纪人问过说，就是这里风会不会很大？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不会不会，这里完全没有风。然后我一到我就看到风力发电机，风不大怎么可以做风力发电机？但是还好在舞台上，我觉得还蛮舒服，还蛮凉快，对不对？你骗我，你们满头大汗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为你们介绍吉他手阿奎。Hello， 大安的朋友大家好，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然后。通常我们到第一个地方呢，一个新的地方呢，我们都会叫大家呼喊我们的名字。我知道红色的线以前的人，大家一定都很熟悉我们是谁了吧？没有，他们搞不好以为我们是五月天。红线后面的人，我们是宇宙人，所以等一下我请大家呼喊我们的团名的时候，请大家把我们的团名大声念出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是谁？宇宙人。后面的朋友，我们是谁？谢谢介绍贝斯手方 Q。哎，有声音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有很多第一次见面的朋友，我是贝斯手方 Q， 你们好吗？好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来到这么浪漫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要，虽然我们很喜欢唱快歌，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一首也是非常浪漫的歌送给大家，好吗？这首歌叫做《如果我们还在一起》。把你留在这里。
所谓却人寂寞占据。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如果你也在这里，我想要对你说，我好想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OK， 我们最近有办巡演，然后北中南已经卖完了。但是我们经纪人跟我说，好像台中之后还会再进行一波清票，就是请大家在这个网络上持续关注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个 Facebook 什么 Instagram 任何的就都可以，或是打个电话给 Funk You。如果有任何购票资讯的话，那电话就在这里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好有啊，好。OK， 再下一首歌呢是我们前阵子才出的新歌。耶、yeah, ，台下已经有，你们会唱吗？好，那等一下给你们唱吧。好，来下一首歌，陪我玩。
以接下来就来跟台下各位玩一个互动游戏，等一下我唱哦哦，你们就跟我唱哦哦，就学我好，可以可以吗？没有，准备好了吗？考验大家的这个音乐能力。
是夕阳的散步，用这样的速度把疲倦的漫步到阿塞半路，一些是跑步，也许有些